当恶魔呼唤你的名字25号举办制作发布会，其中二度合作的正经号蒲成雄，这化学反应根本可以组 CP 了。방경호배우가처음에아형님이거는노트장역할은형님밖에할사람이없습니다라고보여줬어요그래서읽었어그래그럼한번보자했는데감독님을모시고나온거예요이건뭐대박이죠하자고작품도좋았고또정경호라는배우랑호흡도잘맞고그래서거절할이유가없었습니다그래서5개월동안정말재밌게촬영을했고예상치도못한그런애드리브와뭐그런게나와서현장이항상이렇게웃음받아냈던것같아요而是现在电影里创造出许多流行语的蒲成雄，这次新戏又会有什么名台词呢？반복되는대사가있긴한데stand by on 이라는예 stand by on 하면이제그분이약간이제변해요除了剧情让人超期待 ，OST 的部分也是很神秘，竟然连他都有参与。OST 참여하신분이어떤분이계신지궁금해하셨거든요제가1절까지만지금녹음되어있는상태입니다 그래요 ?2 절을할지말지2절을하면 OST 에들어가는거고现在当演员不会唱点歌都很难混下去啊